各位韩南，欢迎来到梦幻的 Basis Studio。 我是那天，我想这个人应该就是阿尔乔姆，对，然后继续游戏，他是我娜娜的穿越地狱，哦，那个地下城，地下城市啊，对，就是很多很多喂东西，哎，什么东西，这是哪里，你们到底是钱多多啊？可是我看稍微看了一下，我录制完的影像很黑。可是我现在真，打扰我了。现在就很亮啊，为什么影像录制完就那么黑？奇怪了。现在走哪里？前方。要不然还是不行，是有什么东西干扰吗？淘金武器架，可以了，走这边吗？你怎么过来的？奇怪了。好，戴夜视镜可能就亮亮的吧，呵，才怪。这是什么？shit！ 不能拿他的枪，吓到我了。关灯。你刚那个他还没看到。有个人把他拖走了，不是人，一个怪兽把人拖走了。带上夜视镜，带上夜视镜没什么效果。从后面来呀！风雷到底哦！你在打小孩？好险，刚刚捡补给枪，补给包。死了，格雷莫德。好，来吧。是否？不知道。来呀。来吧，等一下，手榴弹预备，打不啦啦，别吃我啦，吃好糖啦，他们怎么打那么痛啊？奇怪了。算了，我们拿这个。扩刀地雷。好，我们用扩刀地雷了。是吧？用这不太好，直接压死。是不是太难了一点？奇怪了，这是涉及他们身上未保护的部分哦。了解。带着夜视镜不太好啊。用这边。
以耶。哦，吓到我了。呵呵。好可怜。哎呦。什么东西？啊。我怎么这里没有动画？开了，难的，哇哈！我们把游戏选项灰度，好，调2.2。这就真的很暗的，而自己就有动画啊，奇怪了。到了，哎，喏，不能爬，也没有互动。吸引到他们的。什么声音？听不到声音。刚就打沙漠了。什么声音？刚就打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，我看着前面那条是沙漠啊。喂，原来是你哦、喔。有会喷汁的，然后让我听力稍微的失觉。这样好像需要电。对。好太多了。枪散弹，来开灯，开灯。哦，都已经变成了白骨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绕绕，有没有东西可拿？貌似没有啊。哎，试管哎，换一下。哦，真是试管 ，My God！ 石油，它加热了上面那两个。哇哦，等一下哦，别走这边。哦，如果我们走这边，这边没路，也就是说是这边的。我以为我走错路了，有没有想说有两条路的嘞？Sorry。更亮。沿着地下墓穴前往十月革命车站。哦，聊。这里我不需要帮忙吧？呸！哇！灯光招惹他们来了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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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时候该用这把新宝贝了。哎呦，哦，它就跟那把枪一样，有一管、两管，这是四管，也就是四管齐发。算了，什么？夜视镜，用夜视镜可以吧？算了，没用突击的，
等一下，哎，试管齐发，没用啊。哎，不对，很有威力。啊！消耗子弹，给他死。嗯。啊，动作太大了。哎，都小心一点。打他屁股，屁股是正确的。来，哎，怎么从屁股那边看我？屁眼对人。看一下日记，戴上夜视镜，沿着地下墓穴前往十月革命车站，找到使用电梯的方法。了解。诶，哦，去手点亮一下。嗯，比较不充足，充足。怎么死了那么多？别再按，按了绝对会有危险。这是私生子，对，我们拿我们的 AK 就好了，散弹比较有用。好险，当初买了一堆子弹，哎，说不定现在就已经没子弹了。哼，有人在放歌，别理他。哦，现在呢？嗯，保存了。哎，妈的！哎，夹我啦，夹我糖啦！啊！哦，停，重来。一瞬间按下，这边，这边，好一个防护装置！哎，你怎么跑进来了？是要摁什么东西吗？关灯，关灯。哎，加水。哎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嘛。白浪费了，重来。刚好瞄到你啊！才三只哦，没关系。我们21个子弹。原来这是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奈个五，奈个五，还有，哎，嗨，嗨，嗨，哼，星，死了，还有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多？嗯。哦，这小刀很赞的。哦耶！啊 ，bang！ 哦，够那么多，没了。你可能知道，当电梯到达。来乘坐电梯，
了解，可以搭了吗？可以，关灯。安长位，等一下就要进入剧情。怎么摇摇晃晃的？哼哦哼，夜视镜，喂，谁原来是这里哦，哦好暗，是散弹，哎，保存了。这是，这是绝对是，哦，哎，不用戴面罩啊，拿下来，进入剧情了吗？嗯，啊，这比较安全箱，这把比较，哎，真的进入剧情了，嗨，哎呦，吐我口水，回去，我震动，哦，天啊，这叫我太肥了，啊，好吧，也许不要对付他就，嗯，哦。近战攻击，好大的肚子，叮叮，嗯哼，打屁屁，坏掉了，打屁屁，没有。PP 是他的弱点，还有头没有，哎呀痛，哦，打PP， 哎呀好倒慢了，哎，等等等，重来，我怎么会拿到那个东西，我怎么拿到狗狗的子弹呢？奇怪了。嗯，我们从这个好了，从这个打他屁屁。嗨。啊！哇！嗯，竞技场。呵呵，哎呦，别，关着灯，哎呦，亮打屁屁，从这个好了，亮，嗯。哦，哎呦，迈过来，变，嗨，变，呵，哎，跑掉了 ，PP 是他的弱点，看到了，他跑掉了，帮我们开了路。然后，哎，我记得都会有子弹嘛，哟，果然，呵，来捡子弹的，哦，好多，好多，哎，哦，好多子弹，等一下，嗯，最左上角那是什么，那种东西，剪刀吗？嗯，我们从扩刀地雷好了，等一下可能还会遇到它，这应该是扩刀地雷吧。
我马斯死了很久。天哪，这些放了什么东西呀？哇哇哇！带上我们的夜视镜。哎，这里貌似……喂，哎，那有个洗礼。哦，哎呦！安良伟，安良伟，安良伟，冲啊！好恐怖啊！算了，命伟啊，什么都地方都打了啦，小鸟那边也打了啦。你的一只脚，狼嘞，好刺激呀、啊，刺激刺激，叮叮叮。哦，嗷！他是直接撞我，也就是这是打我，也就是腹部跟 PP 是他的弱点，这边 PP 好像比较有用。有 PP 比较有用，嗨，哎，别打我啦。哇！冲啊！哎，所以又有用了。别冲，别冲动，下面那就下来了。哎，完蛋了，子弹要没了。fuck！ 哎呀，扩到地雷，扩到地雷，我忘记了。来哦，扩大地雷，来这边，哇哇哇哇！停，等等，重来。哦，563，来扩大地雷是正确的，两个地雷我们就把它弄到死了。天哪 ！Oh my god！ 来吧，出来。扩刀地雷，来，来，哈哈，死了，笨蛋，看前面耗那么多发是干嘛的？什么声音？等一下，漏水，怎么这样？扩到地雷的威力有那么强屌吗？等一下，音响太大声了。扩刀地雷这有那么屌吗？竟然把整个周围都炸开来了。不对啊，应该是剧情。哎呦，有洞。大哥加油，回去，你行的。下来了。自己下去了。好暗哦！有氧气啊！摔死！越来越，怎么越跑越下面是吧？赴汤蹈火！哦，要打人了，这一看都知道，车站不可能会有那些东西啊！这边好温馨哦。八边那个 SK 的八边部开始怎么开始？看来我们的艾尔。